哪里都可以。现在走这个方向就。太平了，太底下很旧啊，很旧旧旧，有吗？摩擦很高，够冷了，够冷了，完全没有起雾的问题了。额头会吹坏了。好了。额头爬多久？没有。去直冲粉也可以啊，这左边就是粉，小心太慢哦。这里可以啊，继续啊，我卡住了。
往右，往右。牛总，你早餐没吃饱？阿嫂，左边可以走，但是我猜太平了，左边就是最绿的吧？一定有吧？好了。哇，加速了！这里有重力吗？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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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前面呢。哇，都变成你拉我了。太平了。看到前面是个人吧？他在走路吧？有机会了，往右，有往右约略了这个湖，利用风的帮忙跟全身倒，加速。はい、すいません、もしもし、はい、はい、はい、生年は、1973年。1973年。はい、3ヶ月、23日。
到那里。すいません。すいません、もう一回お願いします。今電波悪いですね。はい、生年月日を何月何日というのを教えていただけますか？すいません、もう一回お願いします。生年月日をもう一度お願いします。生年は1973年、はい、3月23日。はい、すいません、もう一回お願いします。はい、ではもう一回、1973年、はい、3ヶ月、はいはい、3月、はい、23日、はい。はい、3月23日ですか？はい、はい、では次にご住所、東京都の後からお伺いできますか？はい、新宿区、はい、富久町。あ、それも新宿区の後がちょっと聞き取れないです。はい、富久町、富久町、はい、はい、15、それもちょっと半日聞き取れませんが、もう一度お伺いできますか？はい、あ、15の15、はい、1の、はい、5114、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はい、はい、で、それでは今回お申し込みいただいたのは中様ご本人のご意思によるお申し込みでよろしいですか？はい、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確認書類、在留カードでご入力いただきましたけれども、はい、在留カードに書いてある在留資格を教えていただけますか？在留資格は、あ、すいません、難しい。あれは優秀、優秀職、飲み方わからない優秀着。はい、難しいですかね。こちらとの、はい、お伺い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んですけど、ちょっと難しいですか？はい、飲み方忘れたので、はい、お読み方分かるのであればお伺いしますし、はい、分からないようでしたらそのまま診断です。
はい、あの読み方、うん、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はい、読み方は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はい、待ってください。あのね、大丈夫。じゃあこちらから1時間後ぐらいにお待ちするということでいいですか？はい。はい、わかりました。はい。
喂喂喂，我在原地，然后我因为 Air Force Car 打电话来，我就停在原地要跟他回答，讲了好一阵。我现在在缆车站上面一点点。啊，你在哪里？为什么你在缆车站上？是一般的椅子缆车站的上面一点点。啊，你现在在哪？你如果是继续往下滑。啊，你说什么？你刚刚应该跟我说滑下来滑到广州啦。对对对，所以你已经到下面广州啦了吗？对啊。好好，那我现在下去找你。我就在一个分钟啊，一直等。因为我在接，我没办法先跟你讲，不好意思。那我现在滑去缆车站。然后有接电话。没办法接啊，我在跟他讲话，不好意思。所以你现在在下面缆车站对不对？我现在过去好吗？在广州啦，因为是你跟我说要来。对对对，没错没错。你从我身边滑过去，我也没看到你。OK， 好，那我现在下去找你哦。好。白烂。打来了就我就没办法，就赶快接起来啊！啊，接起来后我就没办法做别的事啊。我知道是你打来，但是我没办法接啊。为什么今天改变路线？我没有改变了。叫我来做广州了。对啊，我没有完全没有改变。那为什么你在缆车上？我在缆车站上面，中间有经过一个有盖子。对，我刚刚在接电话的时候，我是说我在缆车站上面。啊？我们刚好路过啊。没有，我现在在那里站着，那里有一条分岔，有一个树，再往右一点就是去缆车站，我就在那边等了你，可能快十分钟了。对啊，啊，我在更上面，我在更上面讲了一句啊，你就摔倒了。讲电话，我刚讲了。讲什么电话 ？Air Force Car 打来，我必须要接起来，然后我在那边讲啊，啊，在讲的时候你打电话没办法回答、啊。直接上吧。那我叫他一小时后再打，因为他听不清楚。
他有数的，我也没有。我不知道。我查了翻译，然后翻译到那个打假电话的时候，他没办法念出来。然后他的发音钮，他的发音钮，这个的，他的发音钮打注音我，所以我看不到怎么念。第一个音我看不到。A 永数不是 A N 吗？永。让谢谢我。开始讲生年月日，讲了几百次，他听不清楚我讲，我今天就先跟他讲，就找到一个角度，他听得到我讲，但是我听不到他讲。还不有别人提到我的车吗？啊？应该的。
好一格电呢、欸。那它到底是有电还是没电？霸龙车说有电，那就炸了。太冷了，我现在在吹风等你。你想过看那边，我看有没有六八。等一下划红线就划到下面，然后吃饭了。就吃饭，万一那一小时还没到，那个人还没打来怎么办？我刚坐缆车就花了十分钟了吧。我戴眼镜，我戴眼镜。要坏的啊？不要。是啊，那整条蛮简单的。那我还是滑了乱七八糟。那我觉得好像可以做更久。大哥，两千以下，最低价是980。重点是你要试这一家是上面还是？但是，那下去了就不是吃这了。看看什么？
啊，休息一下。这左边好像是乱雪直直往下就可以了，要吗？啊，走了。够深是啊，没关系啊，那边是另外一个红线，我们还没去过。已经周五过了，昨天晚上下了积了很厚的松雪，大概十公分多吧。昨天晚上积了十公分多啊，然后现在被人滑掉，就变这样了。你就会觉得很跳啊。
有可能啊，还可以再缓一下。但是我怕那个时候他就会打来了，还是坐上去就吃汤面，要不要？但是这里会有什么？我没有，我有查，但是我不知道是上面还是下面。那是什么？就是各种好吃的，都不错的。我只是想吃你泡面的锅嘛。好，那还是吃吧，在下面。你看，都很站在这。站在这，我不知道。他们竟然人在这，还没进去。要不就是还没进去，要不就出来了。对，我就是这样想。哎呀，我觉得是我每次在生气，就是我搞不清楚你的状况。我怕没办法，我怕你是摔倒了，还是怎么了，还是怎么了？我会很生气。但是我就说了没办法。我会慢慢走。脚会痛吗？我刚可以感受到不是痛，而是我可以知道之前起水泡的原因了。为什么？我真的就压在那上面了，压在上面好。关，好，他现在进来。